啊。是的，这一波 LGD 在清掉微博的时候并没有倒人，令有点着急，直接被连打带补，一颗火扔到了身上。LGD 又是熟悉的人海战术，居米这个雷很关键，能放到几个？应该是两个，每一个，再打一个，再打一个，哇哦，一打一，苏 K 的状态也很差。现在来看的话，还是要看苏 K。难道说这一局的 GA 让给 TC 吗？这只能是 TC 自己操作的好啊！这里 King 已经被扶起来了，是个二打一，跳枪出来 ，LGD 又在海等的。这里 Jimmy 跟 King 两个人互相拉了一个枪线 ，King 先放倒了阿兰，那这一波能丢到 ？King 只要不倒 ，WY 依靠自己仅剩的烟雾弹还在烟雾，海血的信息也是被 TC 知道的，又被 King 打好药打残了。再来一波压枪，又打残。这个跟枪居米的状态非常不难了。哎呀，居米先打一个，又被居米给找到机会了。排位腾讯视频战队已经是稳稳的收下了这只鸡，就看阿兰能不能最后连打。居米在补人，互相的腰射，